我有一句话，不如归去。不如归去什么？我喜欢在70年代的社会，在那个乡村里面过着又淳朴辛苦的生活，我是会选择在那个时候啊，当国立历史馆馆长，给我鼓励有加啊，一直鼓励我加啊，包括国外的展览啊，一直在帮我推。后来这些作品，我就全部170幅捐给国家国立历史博物馆啊，能够给后面的人啊回忆，给后面的人感觉到台湾是这么过去这么美好这么淳朴的社会啊，专门会感恩啊，这是这个意义哈。台湾长明文化景象和山川地貌跃然纸上，为福尔摩沙留下鲜明印记。作品屡获邀于美日中韩及欧洲各国做长期性展览。林志信先生以个人力量在艺术领域深耕耕耘，用画布见证时代，以艺术保存历史，并成功进行艺术文化外交，堪为表率。经遴选委员会推举为第六届台南文化奖得奖人，台南市代理市长李孟彦。我们是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。